可能我的条件就是没有别人好，那别人手一出来就是长的，腿一出来也就是高的，那我只能是按照我自己的特点来弥补这个缺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初。我是从四岁开始学的舞蹈。握紧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。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，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路成功。我们家我有一个非常能够走进心里的舞蹈，小雨他身上其实是有着非常重的伤的，好像脚上有骨刺，胳膊摔断过，倒地的那个位置还是弯的。都跳芭蕾的女孩子都没有这样的脚背，这个其实是天赋，因为包括你的软功，跳舞的时候扳着腿特别疼。请相信，所有的努力都将为你在实现成功的道路上前行一步。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，加油！